漂亮，真的。我真的有一度不想站在他们旁边。为什么呢？太漂亮，太帅了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而且冰山真的好高哦。来跟新加坡的 fans 打个招呼好不好？ Lady first。你们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刚才我叫门喊了半天，啊，这样，你只是你们好。有没有你们好很大声？哦，可能因为我矮啦，我喊的声音只有这里，它比较高，传到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来讲一下，因为之前对不对？我其实有空的时候，我都会看那个《拐桶雷 OT》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部戏呢。哇，我不要讲自己的戏没有看，我也有看啦，只是有空的时候我都会看那部戏，因为我发现对不对，演的时候应该很难，因为动作啊、嘴型啊全部要一致，对，而且整部戏对啊很难，要不要讲一下困难？真的有很难吗？难，又排了好几次才可以去录影。对，就是立刻就要排，因为根本那个剧本就是真实的一个效果出来，所以最后大家看得很开心，而且又觉得就是我们拐桶雷 OT 的其中一个亮点，所以非常好。对，真的喜欢吗？喜欢。对对，那我们也知道 Vincent 在《龙入》里面，你有几度是效仿《阿飞正传》哦，对对对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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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那你会不会希望就是拍黄家卫导演的电影呢？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希望啦，因为真的是他可以把演员就是拍得更漂亮，而且呢，他的戏也是非常的渗透力很强的。那这个当然是自己非常希望，所以希望在这个《龙都》里面可以去演那个张国荣的那个状态，可以让他第一是让大家开心欢笑一下，第二就是希望可以让黄家卫导演看到了。哇，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你以后有电影的作品。谢谢。那还有。还有什么？那还有、哦、你要我问直接一点呐、啊有没有信心拿到我最爱 TVB 男主角？因为是第一次被提名吗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信心？对对，没错。我对他很有信心。谢谢你。我那票就是投给他的。谢谢。好了，那我们非常非常期待。如果他今天晚上拿了，就要请我吃饭。对。哇，大家听者有份啊，听者有份、啊，对，是是啊，大家一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那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哇，下一位，这位厉害了，我跟你讲，非常非常厉害，不得了了。